星光音乐会，每一个人都是音乐的分子。八仙洞最美星空音乐会在星光熠熠的夜晚里，游客陶醉在阿米斯卡根乐团的原音歌声及台北二月交响乐团的优美旋律中。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18号晚间在长滨八仙洞举行，吸引3000名游客前来参与。现场并设有市集，部落族人设摊拼经济，贩售美食及当地独特的农特产、手工艺等产品。我卖了耳环，还有香蕉丝，还有香蕉帽子、皮包都有卖。都卖出去了，我都很积极配合政府，然后参与这个活动，可以振兴我们的、增加我们的经济收入。然后一方面是可以让我们长滨的特产让更多人看见。民众除了可以享受音乐响宴外，县府更希望在资本振兴上辈舰开跑后，要以最美的星空和乐章，配上拥有数十个海石洞奇景的八仙洞地方特色，抢攻暑假观光市场。延时新闻访问了台东长滨采访报道。